哎，岔气儿了。舌头行不行？舌头肯定不行。哎，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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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行。真的行，真的不能。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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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今天嗨放派成员们用一些看似荒诞的实验打开了人工智能不正经的一面，尝试让动物解锁人类的手机。这个太可爱了，我的天哪，成了。哇，给你赛，谢谢梦梦。尝试用 APP 打破跳绳记录，我太想跟你们在洗澡了。尝试用各种方式证明鹰眼系统并非无懈可击。人工智能发展至今，正是有着大量测评反馈数据的支持，才能不断完善。而在海量数据中，特殊个案也是不可小觑的一部分。今天嗨放派成员们就是在为人工智能提供更独特的素材，更有创造力的数据，努力为丰富人工智能数据库尽一份绵薄之力。今天我就换个虫草。嗨，5个派币可以兑换一个早课请假券。10，文哥看看呢。现在是程程有12枚，我11枚，浩哥10枚，大勋10枚，蛋总9枚。得嘞，你们今天是否要兑换早课请假券？大勋，哥哥，哥哥，你给我3枚。真的假的？真的。那你给我6枚。哎，怎么了？你给他6枚啊？我替你分担，我3枚，你3枚。行不行？我再给3枚没了，我这还我这，别这么小气，来，蛋总要几个？哎呀，不好意思了，6枚。啊，我哥刚还开心了一点，你管他要。再过几个小时就是浩哥的生日了。这样。那今天就先别对了吧，等嘉宾来的那一次，然后咱全对了，让嘉宾一个人上。我直接兑换，程程一箱，他兑换了，他就要用。那明天要用吗？不是，你知道吗？很可怕。真的会有观众想看我们弄150个子吗？你行吗？我怀疑我要告我妈。很可怕。没事，你要用我就赔你。没有别的意思，没有别的意思，总得有人走在前面吧。感受一下不上早课是什么感觉？我俩这是合理合规的，合理合规，不是偷窃啊。对，不是不是，也没有翘课，都没有都没有，还得是师生组。对对对对，真的。晚安晚安，晚安晚安，睡觉了睡觉。